在大巴山的秘境之地，一座洞天福地般的深山小城，虽然寂寂无闻，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从未与世界远离。鬼斧神工的镇巴天坑是最新的惊世发现，以身报国的班超将其精神和魂魄融入了这片古老的封地。千年传唱的镇巴民歌演绎着一方水土的悲喜沧桑，留存在艰难岁月里的红色世纪，可歌可泣，光照日月。这就是镇巴，一片青山绿水，一个响亮的名字。2016年，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地理发现，陕西汉中天坑群地质遗迹横空出世。作为一种喀斯特地貌景观，天坑深陷地下且四周陡立，极具神秘色彩。这种因自然伟力而造就的奇观，已经是自15世纪到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为数不多的地球秘密之一。消息不胫而走，无数地质学和生物学研究者纷纷远足而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发现与一张卫星遥感图片有关。2016年四月，在一次陕西省地质遗迹的调查中，陕西省地质调查院的专家们在这张卫星遥感图上发现了一些圆点状的特殊地貌景观。经过认真分析，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圆点极有可能是一个罕见的天坑群。2016年，地质考察队决定对天坑进行考察。历经三年，在多达六次的实地考察之后，地质界最终认定，汉中天坑群是迄今为止保持自然状态较好的世界级地理现象之一。在这片巨大的天坑群里，尤以镇巴与南郑的天坑群最为密集。镇巴天坑群共有19个天坑，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宛若藏在大巴山上的19颗珍珠，错落有序，遥相呼应。从空中看上去，像极了一个心形的天旋天坑，让人心醉神迷。而圈子崖天坑则有如一个巨大的脚掌，口径最大处520米，最深处320米，是中国北方单体较大的天坑之一。由于镇巴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飞瀑、竹海、高山湖泊与天坑等地质景观交相辉映，其鬼斧神工的自然造化令人叹为观止。除此之外，这里还是很多珍贵甚至此前从未被发现的物种栖息地，如同一座上天恩赐的自然博物馆。如今汉中天坑群的神秘面纱已经被初步揭开，从稀有性、科学性、美学性、可保护性等方面而言，
这里完全具备成为世界级地质公园的条件。天坑总是与洞穴、地下暗河、奇峰怪石等其他地质现象共存于一体，是一种极具观赏性的旅游资源。2016年，震巴县政府正式启动美丽乡村旅游风景线建设，将遍布全县的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统筹规划。而喀斯特天坑风景名胜区的开发，无疑将是当地旅游业最为璀璨夺目的亮点。神秘、幽邃、充满未知的天坑群，让震巴在厚重的历史之外多了几分灵气与俊秀。这是上苍赠予震巴的一份特殊礼物，也是地球在数十万年间演变的古老故事，令人赞叹与神往。1995年，汉和帝派出的大汉使节，在千里之外的西域燕齐国，向刚刚平定此地叛乱的班超宣读了一份重要的诏书。超岁于葱岭，起县度，出入22年，莫不宾从。这是汉和帝诏书中对班超的褒扬。自壮年时候投笔从戎，班超征战西域，合纵连横，使50余个西域小国先后归顺汉朝，被阻断多年之久的丝绸之路也得以重新开通，繁荣再现，甚至出现了大漠无兵阻，穷边有客游的盛世景象。为表彰班超的功勋，汉和帝亲封他为定远侯，将位于巴山腹地阳水之畔的一片土地赐予班超作为食邑千户之处。从此这里有了第一个建制定远城，当地人将这里称为班城。从那时开始，由于官方建制的设立，定远城开始有了极大的发展。多年之间，那些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大小巴山的庇护下开荒种地，安居乐业，享受了一段世外桃源般的短暂安宁。然而半生戍守苦寒边塞的班超，在西域的刀光剑影中出生入死，还没来得及亲临自己的封地就暴病而死，留下了无尽的遗憾。100多年之后，这里又与另一位人们所熟知的名将联系在了一起。公元221年前后，三国割据，定远城被蜀国占据，刚刚称帝的刘备取消了定远城的名称，在此设置南乡县。为表彰张飞的征战之功，这里被赐为他的封地。在如今的震巴，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张飞与魏国军队对垒激战的轶事和传说，留下了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地名。公元219年，刘备夺取定军山之战的胜利后，曹操为了守住汉中，派养子曹真增援。曹真出兵入川，企图迫使刘备撤兵保蜀，
但曹真刚行至川陕交界的镇巴县境，就遇上了张飞，两军展开激战，曹真大败，张飞率军追杀，一直追到五子山。据考证，现在镇巴县城东北15千米的结曹坝，就是当年两军交战的地方。此后千年，这座山隅小城虽然地处偏远，却历经战火洗礼，曾多次更名、分治、合并，直到1914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取巴山重镇之意，将此地改名为镇巴，并沿袭至今。镇巴卧藏在千山万岭之中，依附于泾阳河边，扼守着秦关蜀门，虽静默无言，却在延绵不断的历史中续写着自己的诗篇。这是一张1959年拍摄于镇巴的老照片，照片中最右侧的人名叫武志平，在他的日记中清晰地写下了一条红色之路的由来。一条黄龙出川去，一条白龙入川来，这句在镇巴盐场坝地区流传很久的俗语，形容的就是这条古道交通繁忙的状态。在这句俗语中，黄龙指的是火纸，白龙指的是棉花，而盐场坝地区则是古代的食盐交易之地。从唐朝至清朝的千余年间，荔枝古道镇巴段虽几经兴衰，却一直是食盐和茶叶等重要商品交换、保障川陕客商往来的重要通道。随着时代更迭，曾经的繁忙已经不在，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条古道又因为一段传奇的革命往事，重新留名于史册。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转战到大巴山，在镇巴等县境内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与蒋介石全力进剿的部队展开了殊死战斗。随着频繁的物资消耗，红军在后勤保障上遇到了极大困难。就在此时，经过多次秘密谈判，红军与驻扎在陕西境内的杨虎城第17路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1934年，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武志平，以17路军少校参谋的身份，沿着曾经的古道，将大量军需物资从汉中运抵镇巴县的交接地点，打破了国民党军队长达1年的严密封锁。从此，这条秘密通道被称为红色交通线。在此后将近2年的时间里，武志平等人先后11次通过这条古道，将无数的情报、药品和军需物资运送过来。蒋介石对川陕红色根据地的封锁彻底告破，这条红色之路也成为那些峥嵘岁月的绝佳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已经残破不堪的古道因为无法通车，严重妨碍了镇巴与大山之外更为密切的往来。镇巴到汉中，在只是在没有路的时候，我们走山路要3天，那路程呢，有转山
猪扒一头，也有鲜肉的那哈儿崎岖。路面情况呢，基本上就是那人行小道，甚至有些地方，攀爬崖，那确实是不像个路。镇巴人不甘让古道归于沉寂。1956年，荔枝古道的原址上，镇巴第一条公路西镇路开始了热火朝天的修建工作。无数镇巴人如同当年投身革命事业一样，争先恐后地参与到了家乡的建设。经过无数日夜的奋战，直达镇巴县的大动脉被疏通了。这条曾经连通着川陕客商、输送过红色圣火的通衢，开始以新的样貌向新时代不断延伸。在镇巴县泾阳河畔的红军广场上，一组巨大的红军战士雕像巍然矗立。雕像基座的正前方镌刻着这样一句标语：为土地归农民而战。这几个大字隐藏着镇巴县一段红色文物涅槃重生的故事。在三原镇的苏家坡一带，赵家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33年4月，红四军进驻苏家坡后，经常向当地群众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革命道理。为了扩大影响，红军在赵家老宅的石灰墙面上用黑墨楷书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土地法令两篇重要革命文件。这些言辞质朴的标语无异于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引领着当地群众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红军来了以后，大力搞好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像在我们这个地方都已经18000多亩土地都分给了农民。农民在这个地方得到了实惠，有吃有住有穿，啥都不愁了。世代为农奴的苏家坡百姓，因为红军的到来，第一次尝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滋味，他们从内心里爱戴这支队伍。于是在红军战略撤退之后，苏家坡人冒着风险用柴捆和草席将整个外墙壁围得严严实实，这些纲领和标语才得以保存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亲切地把这面墙称为红军墙。1994年，为了抢救这些红色文化遗产，镇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决定将墙面揭取下来，存放到博物馆里。当时还在县博物馆工作的项成忠承担起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技术条件有限，墙面虽然揭取了下来，但是却变成了数千块大小不一的碎片。如何修复红军墙成了让他寝食难安的一件心事。村上的文保中心下来介绍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张群熙教授。张群熙教授他也深知红军的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是非常珍贵，所以他非常重视。2014年，陕西省文物修复专家张群喜从西安来到镇巴，会同镇巴县的人员开始对文物进行后期加固定板处理。经过2年多的努力，这一面红军墙终于修复如旧，字迹清晰，墙面光洁，并坚固易存。此后为了保护好革命旧址，镇巴县博物馆又对年久失修的赵家老宅进行了整体修缮，并在院墙上复原了红军布告，重现了当年的旧貌。这些红军战士用生命书写的革命标语，
仿佛曾经燃烧在镇巴大地上的革命火种，他们点燃的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更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财富。这是一首至今还在渑池镇传唱的民歌，讲述的正是当年修建鱼洞河大堰的场景。1978年，这首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之后，镇巴县人是要改天换地的故事迅速传遍了全中国。渑池镇位于镇巴县城的西南，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一直是十年久旱、水贵如油的缺水重灾区。村民们的饮水主要依靠背水上山的方式解决，地里也只能种玉米这样的耐旱作物，而且还时常遭遇饥荒。不堪忍受缺水之苦的村民们，决心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1970年。有人提出一个大胆设想，修建一条堰渠，把10余千米之外的鱼洞河水引进渑池，来解决饮水和灌溉问题。可是，在渑池和鱼洞河之间是陡峭的悬崖峭壁，想要凿渠引水，无异于天方夜谭。对水的渴望激励着被贫困折磨已久的人们，于是一声令下，万民响应，全县每个村子都派出了精壮劳力，以民兵连队为单位，组成浩浩荡荡的凿渠大军，奔赴工地。冯寿觉就是其中的一员。当时条件非常艰苦，80%-90%的工程要靠人力完成，但是这个整个全区老百姓，那个时候是24000多人，团结一心，都没有怨言。1989年12月，这条全长9.2千米的堰渠终于竣工通水。近20年之间，镇巴人用血肉之躯，凭借一铅一锤一双手，在悬崖峭壁上劈山架坝，克服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最终完成了愚公移山一般的壮举。堰渠的建成不仅解决了渑池镇人的饮水之苦，还让干涸的土地变成了沃野良田。数千年来，他们第一次栽种了水稻，并连年喜获丰收。从此，渑池镇成为镇巴县的稻米粮仓。获得充沛水源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旷日持久的凿渠大战中，渑池镇献出的10条年轻生命。在自家不大的院子里，冯寿觉正在酿制新酒，酿制完成的第一杯照例要洒在地上。这一杯酒祭奠的正是那些牺牲的同乡。渑池镇的村民们每到丰收时节，几乎每家都会举行这样的小小仪式，以此来表达他们的怀念和敬意。水塘带六条马，九点十一放街上，一根麻绳天上过哟，一头那个拴在谁，那个腰杆上哦嘿。他抡起大锤嘛卷旋风呢，远的十里嘛响叮当，一口气打了五次身了。青山常在，
取水降流。时至今日，那钢铅铁锤的交响，隆隆的开山炮声，先辈们高亢的呐喊和歌唱，依旧不绝于耳。峰峦叠嶂之间，葱翠茂林之中，这一处背靠大巴山、怀抱羊水河的地域，孕育了一种别具风情的声音，这就是镇巴民歌。山歌子来最好听喽。这位名叫刘光朗的老人是赫赫有名的陕南歌王，正是他把濒临失传的陕南曲种镇巴渔鼓保存了下来，又带上了更大的舞台。不老不老，啊，老得好哎，不老的神仙张国老啊。因为年代久远，镇巴民歌的缘起已无据可考，但是其内容形式却依旧有着较为清晰的分类。天山牧地呀，拉山拉干，山耗子与繁重的劳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山里人用高亢而粗犷的嘶喊，吼出了秦巴汉子如山一般的性情。山歌和小调反映着山里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生活状况和情感故事，而风俗歌则记录了镇巴的沧桑变化和风土人情，成为社会教化传承的主要工具。在镇巴，无论是牧耕劳作还是婚丧嫁娶，山民们都能找到适合的曲调即兴歌唱。民歌来自于群众之中，群众啊，它是都是用即兴的方法来演唱，所以镇巴民歌的最大特点都是即兴演唱。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这个千首万首这些歌曲都是他们通过即兴演唱出来的创作的东西。镇巴民歌自成一派，即兴演唱的形式为这种民歌积累了大量曲目。60多年前，刘光朗刚进入县文工团的时候，就开始收集镇巴民歌，并汇编成册。我是从上世纪50年，我就开始注重民歌的收集，带着那种转盘机子，把它背到湘东去收集民歌。很多歌曲啊，都是在收集当中，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虽然收集了1000多，接近2000首民歌，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很多东西都叫老艺人带到泥巴里头去了，没收集回来。2008年6月，镇巴民歌凭借歌种全、数量多、音乐美、歌者众等4大特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溜溜的山歌哟喂哟，溜溜的姑娘哟，十八。彭光琴从16岁开始就跟着刘光朗学习镇巴民歌，在镇巴民歌的基础上，
他和创作团队加入了更容易被大众理解的民歌唱法。2010年，彭光琴带着自己的新式镇巴民歌登上了上海世博会陕西活动周的舞台，担任陕西民歌的领唱。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这种民歌形式竟然一炮而红，打动了无数国内外的观众，迅速传播开来。镇巴民歌是数千年来镇巴人民创作积累的巨大文化财富，是镇巴地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世代传承中，镇巴人无论男女老幼，随时都能在青山绿水之间纵声放歌，群山应和，曲水回荡，人与自然的协和之音是最美的天籁。李春芳，一位普通的苗族妇女，正在落落大方地指导着民俗表演队为八方来客表演传统的苗家舞蹈。随着来此旅游的人们越来越多，李春芳和他的队员们也格外忙碌起来。这里是镇巴县清水镇的朱家岭村，中国最北的苗族百姓聚居地。据当地文献资料记载，这些苗族百姓的先祖是在清乾隆50年因躲避战乱，从贵州遵义一带千里逃荒而来，隐居在大山深处的洞穴或简陋的茅草屋里，过着刀耕火种的艰难生活。自2002年开始，为了改变这片村落的状况，镇巴县政府在清水镇朱家岭村征地重建了新苗寨。大部分村民已从深山老林里的雷家寨迁居出来，并迅速融入到新环境之中。他们原先居住过的老寨和山洞，因为寨门、山墙以及瞭望台等依旧保存完好，洞内的旧石痕迹也清晰可见，真实再现着当年穴居生活的形态，成为了游客们探访苗族部落人文历史的绝佳去处。这是一座新落成不久的苗族文化民俗博物馆，许多与清水镇苗族人迁徙轨迹相关的历史资料和实物陈列其中，让人真切感受到了苗族文化的丰富多彩与源远流长。2012年，在脱贫攻坚政策的引领下，农业加旅游业被定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模式。由县政府统一规划组成的民俗教师团队，帮助苗族百姓恢复民族风俗。李春芳就是在那时成为了当地民俗活动的组织者。如今朱家岭村已被命名为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正致力于特色苗文化研究，积极打造苗文化生态旅游，以特色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镇巴散发着历史气息，充满着红色记忆，洋溢着民族风情，正在深度打造全景镇巴的新品牌，成为一个悄然崛起的文化名县。
在遗迹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如何实现自然与人文的新平衡，更好地讲述这方水土与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是摆在镇巴人面前的新课题。在自然造化与人间烟火里，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镇巴将一段又一段的传奇承载下来，并茁壮成长。那些先人的荣耀功德，那些令人遐想的异路故事，那些血与火的红色洗礼，那些流转于山水间的歌声，那些日益美好的当代生活，从未间断地被绘制在属于镇巴的时空和心灵地图上，静候着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想象、怀念和寻访。这里从来不是寂寞之地，镇巴，昨日可忆，未来可期。